佛法啦，诸有缘的众生也即个利益，你就功德无量了。啊，你阿赞阿赞啊，听了真欢喜，就回答讲好，安尼我就委托你来回车票啊，甲飞机票啊，我负责。但是啊，你一定要做伙来阮这个所在佚佗看卖嘞啊。过去啊，十四年前这个交通啊，就无今仔日这么便利啊。去到台东一天啊，一定要两天，敢若坐车要两天啊，爱去到高雄住一晚啊。最后啊，一行三个人啊，吼、哦，阿三啊啦，阿咪啊啦，甲发炎啦，吼、哦，伊拢住伫高雄路下的时阵，就发生了富婆的比喻演讲。原来啊，这个发炎的这个正脚关顶啊，生一个钉啊，生一个钉啊。发起哦，医生医治了一个外个啊，暖了两寸啊，但嘴边啊，并未感觉会疼安尼啦。当时伊是一片热心啦，袂记脚关顶生一个钉啊。哦，但是到高雄路下，突然间啊，这疼疼到无法度忍耐，这个钉啊，疼到无法度忍耐。李社老板娘看到这李客啊，这脚疼已经疼到厉害，就介绍讲：嘿，我们这所在有一个真有名的啊，啊，青草。精炼的青草药膏啊，会当治疗此症啊。当即拜托啊，伊买了两块，较差两块可能真大用吼。一打就特别有效啊，会当止疼个腰吧，吼、哦、心肌啊，吼、哦、三全其美啊。隔天刚透早就好了一半，三天就完全好去啊。啊，这拢是佛菩萨慈悲啊，特别加悲的灵感。真是啊，一个病毒啊，好疾行不得啦！啊，这个较无啥，吼、哦，你啊看咧十六岁吼，大鼻水水哦，会当互水，腹肚内面迄水，袂使讲水囡仔，气气囡仔，讲水囡仔就咧骂人咯啊！大鼻酒水会当互水伫腹肚内囡仔，佮挖起来，哦，我看到这段哇，真感动。这个佛法的这款力量吼，确实你若有深信，确实也无简单。我看了这段，我讲哦，拍婆啊，安尼甲鼓掌，确实伟大。那囡仔已经四七天啊呢，啊，看了这，囡仔四七天啊呢，医生宣布讲一定要赶紧切掉呢，恁甲看落去啊，好事在后头。安尼，你就了解讲这深信的力量，吼、哦，佛菩萨的慈悲啊，大悲咒的厉害到啥个所在？这个法院在这个台东海山寺啊，讲了五天，圆满迄天，哦，讲的啊，听的啊，将要分离的时阵啊，啊、哦，那么依依然下，突然间来自大概六十几岁老阿婆啊，提出了一个问题，恁讲的吼、哦，法吼、哦，拢是咧解脱生死轮回的。甲改恶向善，改变咱一个新的道理咧。不过我即卖现只是啊，要要求一定看咱消灾啊，消除这个病症未，解决痛苦未，因为要安怎救啊？你敢会当慈悲甲支持一下？这个法院啊，当时看到这老阿婆啊，这个阿母啊，哎，阿母啊，哎，生一个大瘤啊。这念念啊，哦，念念都下袂活来啊！结大瓣，结大瓣，这就是好业，好业个安尼，吼、哦，看袂吧？哎，意念下袂来，下袂活来啊，下拢袂来。离开差不多五六寸啊，可变啊，这里啊，啊，这暗门迄粒啊，大粒瘤啊，真大粒个啦。这个法院的安尼在想啊，讲这个人啊，一定都爱啊，一定是要要求。看咱消除伊迄个大逆流啊，流患的这个方法袂，这真正是左右啊为难啊。啊，那是介求佛菩萨来加比，哦，阿门这个大逆流，这大逆啊，会落落来，叫伊求佛出助，伊可能，无信心，也嘛无把握啊。啊，唔知好袂好嘛，唔知。啊，假使讲若无介意安尼求。你已经啊赞叹了佛菩萨了，已经赞叹五光啊，讲佛法无边啊，又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周围又个是遐尼多的人啊，伫咧等台咧听，一个法院，一个手啊，只好啊，先靠方便安尼讲讲，
告诉你，若要救家己，也是别人吼，你消灾免难吼，便可等等，一定爱啊，透早念啊，暗时嘛念念啥？念弥陀经一卷啦，往生咒七拜啦，阿弥陀佛正号几百声，是几千声，几万声，愈多愈好就对啦。啊，但是弥陀经都不要念的人，干那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嘛，无要紧啦。但是一定要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我无生啊，不退菩萨为伴乐。那这是回向机啊。哎，了后你若要求什么，再用自性心来求，念观世菩萨圣号，以及啊加持大悲咒水啊，喝一啉，因为世修未尽啊，安尼会当减轻这个病苦。假使讲世修呢已尽呢。借着这课上念佛的功德力啊，往生西方，安尼就能永远脱离这病苦甲死亡，这就是究竟之法啦。讲一句话就说，光阴似箭啊，突然间啊，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啊，台东这个红仔啊，又来到莲城，这个孙啊，满面的笑容咯。啊，跟过去啊无共两个人啊，伊个病情啊已经消得无影无踪啊，体重嘛增加十几公斤啊，衫裤拢做新呢，旧个一领一领拢袂清净啊。啊，伊对法院安尼讲啊，讲台东人士啊，大家拢要予我来请你啊，搁再度去讲佛法啊。不但我念佛念啊遮尔感应啊，连迄个暗门关顶迄个大流个破爱歌哦，你甲伊念佛课上方法。以后搁再求大悲咒，坐啉一逐工，安尼行，安尼行，伊个大流啊已经消灭啦，衫裤个领嘛会拢就会活来啊，你个人看着都感觉真奇妙啊！啊，这阿禅啊，就继续安尼讲啊，讲不但啊破爱歌啊，迄个大流个消除啊，得了感应啊，更加令人难以相信个就是破爱歌个进步啊！啊，伊住伫个台东附近个山顶啊。啊，有了十个月怀胎的心啊，心孕就是讲有心啊。那么这个老外人平常时啊真热烈啊，啊，自己安尼想啊，讲啊，这个要自存，存就是思考测度啊，思考自己这样思维，念存，思无恩存啊，思无恩存。那么要分娩，这个娩就是女人生产。胎儿成熟脱离母体之称叫做分娩啊，我们常说它是分娩啊，这里也无几个人读有啊，分娩啦，来我拢是要先给伊打扫清洁一下，连这低调的色彩啊啊嘛爱打了几下，说打一个清洁点嘛，无要讲。无疑哦，为这个时阵开始啊，迄个腹肚内面的囡啊，讲袂叮当，袂叮当，嘿嘿，讲这囡仔叮当，我听苏妈讲，讲我过去啊，讲我伫腹肚内面了了，哦，因咧拔头刀，拔头刀，我突一个讲，吼、哦，迄做头刀，迄、那个讲完了会叮当，哦，迄、那个说这囡仔叮当，这个要相信，听苏妈讲的，我家己虽然不生过，有听你讲啊，你腹肚内我就真调皮咯，我袂擦啦。哎，他一个土豆遐，唔知有变价无？哎，所以这囡仔煞袂顶袂重，哇！但是打比赛打着煞先出力，哇！这个囡仔煞袂顶重。请问山中的老前辈啊，讲啊是清低调啊，重土啊，去重着胎气啊，较早拢安尼讲，去重着胎气啊。到第三天，这个囡仔又还袂顶重，哇！吃力咯。这妇产科透早这个有心的查某人透早就下山啊，落来这山卡来找伊的这个这个婆婆啊，婆婆就打鸡破爱歌啊，又搁无伫个厝的啊，这有心的查某人家己就落去街顶啊，街仔路来到街仔路这个。妇产科啊，来个诊断一下。妇产科医生甲讲，你腹肚内面迄个囡仔已经死三天了呢，你家己若要生是生袂出来呢，一定爱用迄个器具将迄个囡仔甲夹好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夹开，
才甲硬出来呢。啊，爱开刀动手术哦，爱将迄个死死囡仔，啊，就这样就对唔好，爱将迄个死去个囡仔甲摕出来。厝外无啥物办法啊，通想啊，也就有心的走人，安尼想看卖，讲破腹个动手术，动手术这毋是小可代志呢。若无阮这个啊，大官大家啊，红仔来温顺，我毋敢做主啊。伊就阁转去山顶啊，经过四天，迄、那个囡仔状况无正常，安尼就七天啊。伊发现着已经啊，三天阁加四天，就七天啊。即有新的走人，阁下山来找因这个婆婆啊，啊，破爱哥啊，说明这个囡仔已经七天袂顶袂动啊。这破爱哥啊，啊，就带这个啊新妇啊来到另外一个妇产科护士遐去诊断啊。这个妇产科护士也参另外一个医生讲的同款诊断啊，啊，讲这囡仔已经死啊，死伫腹肚内面已经七天啊。若无甲伊加掉吼，也是开刀摕动手术吼，无法度啦。啊，这破坏哥就将这个新妇带转来，规日合作面头前就点，吼、哦、就无法度了，开始烧锅了。这拢安尼，到最后是拢安尼干，这无法度了，开始去烧锅了，连副店拢袂感应，就点香啊，是点这个蜡烛啊，甲因新妇，你念真心念观世音菩萨，啊，家己开始刻香，哎，了后啊，念这大悲咒对一杯，叫这个新妇啉落去。啊、哦！爱自心啊，爱求佛菩萨啊，加悲希望啊，这个新妇啊，腹肚内面迄、那个死去的囡仔，自然来生出来，唔当受着开刀、手术等等麻烦啊，疼痛，这个尊也已经日落西山啦。这破坏哥啊，就老新妇讲啊，你唔免去山顶啊，那些囡仔死去啊，你排来排去点啊？然后你再躺我困，躺我困者，因这啊，婆婆就讲啊。啊，参新妇困一下，叫新妇免啊，等于山顶啦，你就这么只简单过一暝啊。诶，当你困了，困到半夜的时候，因新妇甲因婆婆讲，诶，到倒来未？囡仔叮当啊！哎，因婆婆啊，答回答伊讲，这可能是佛菩萨加庇啦，啊，死囡仔要生出来了啦，哦，到隔天讲，伊这有新的这个囡仔，哎，说已经正常，说会叮当啊。身体也轻松了真多啊，啊，无什么毛病啊，搁等于山顶啊，经过一礼拜，哎、欸，这个有新的查某人顺利啊，生产了一个查甫囡仔，因母囝拢平安无事啊，啊，这暗赞红赞啊，就来连声讲这代志啊，讲这实在是机遇灵感嘛，真侪人听着拢啧啧称奇，啧啧的，安尼哈，啧啧称奇啊。也太不可思议！哎，对佛菩萨那有信心嘛？啊，佛菩萨进我的究竟的觉性嘛，法身的净虚空界遍法界嘛，那法身就具足有愿力嘛，啊、哦，具足有愿力嘛。十七就是歇老受伤啊，过阵工也无要紧啊。这第二摆到台东海山寺。大空地连干五工啊，劝人念佛改恶向善啊，当无即一代发心的善心啊，拢来啊邀请去结这个法缘啊。每个所在拢约定三工，台东五工圆满了，就到新港啊。然后即一行由台东发菩提心的三位领导啊，啊就是红赞啊、陈玉峰啊，甲另外一位老菩萨。啊，加上台中去的这个法王甲慧林两个人啊，拢算五个人。五十四啊，下榻就是投宿了，啊，就所谓的投宿下榻，就是住在哪里了啊？下榻住伫倒一只，住伫日据时代留落来一座绿色寺庙内面，这地势光景拢真好啊。背山向海啊，背山向海 啊，日暮喜林啊，啊，贵州灯火点点啊，那到暗头啊，掠鱼的人转来啊，哦，这船转来，哦，这灯火真济，亲像一幅安尼画图的画面安尼，景色宜人。到即摆想起来，依然在目。三江红花拢伫这个池中，佛菩萨啊，也受过特别感应安尼。
公司在第二天透早有人来市内，讲某某阿婆啊，站吼，啊，毋是啊，听着回来转去了，爬楼梯啊去摔断啊，爬楼梯去摔断啊，规身骨拢疼痛啊，安尼画一面，爱疼爱一面啊，袂当震动安尼啊，啊，拄一个受伤啊，无法度诊断啊，拜托恁吼，为消灾消灾一下。这个法院啊，听着了后啊，哇，真着惊啊！晴天霹雳就是真着惊啦。无奈只好甲市内东家属啊、甲惠林三个人来到因家啊，哎，爬上楼梯顶一看，哇，七十几岁左右阿婆啊，伫遐咧喊啊，伫眠床顶咧喊啊，喊大声甲喊细声，可怜万分啊，可能摔得真严重。这个法院就跪在伊个简单的供养的佛祖头前，用万分的至诚恳切心情向佛菩萨安尼祈祷讲啊，这个老信女是怎听法转来，摔落楼脚受伤的。假使讲伊若毋是来听闻法哦，与我无关啊，因为咱诚心诚意来苦劝人念佛来解恶从善啊，啊，互人离苦得乐，要不说无意啊，不行则出意外。一再下啊，好我呢来到这呢心不安啊，我多关心菩萨的老人家哦，都爱负起什么责任啦？到尾啊，拢跪咧烧锅啦！赶紧的千变万化，比如这个老人，就是啊，身体恢复健康、平安无事啊。若无这位老人哦，万一闹三长两短，还是两长三短、四长五短，就难免啊去用讥笑啊，讲佛法无灵啦！啊，拜佛的人讲拜外感应也无影。啊，是点点安尼祈祷了，就念一个普门品一罐啊，观世菩萨圣号，并且加持一杯大啤酒水啊，亲手泡一啉，来教伊叫伊认真念观世菩萨圣号，真是佛法无边，不可思议。到第二天中昼，这位老太太身体已经安然无恙，精神愉快。由于孙啊，这个子孙啊陪手来啊，摕着一支啊乖啊，行来寺庙啊礼佛，并向大家多谢多谢。啊，这不是佛菩萨加变，哪有这款这么厉害、这么便宜的？现在想起来嘛是感觉真好笑啊！就迄个时阵啊，法院的这心情啊，哦，竟然真是死老爸、死老母安尼样的凄惨啊，痛苦不堪啊！伊是惊讲佛教能力去用诽谤啊，讲拢无灵啊！你讲外教对外教啊，拢无灵啊！哈，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十六啊，菩萨加比开悟智慧啊，可以愈搞讲话啊。有时啊，你甲人讲话时呢，有时啊，迄条啊，靠智慧啊，靠辩才。新港三港讲了咯，阮一行五个人来到关山啊，去讲了三港，最后再去玉里华山寺啊。这个寺是日据时代净土宗的寺庙，在该寺的大护法。甲即次安排下面啊，之下每一暗拢伫个啊真闹热个街头啊中心点，听众上界会当集中个即个地君庙开讲。讲到第二天，佛菩萨又阁显了奇迹。迄一天中昼阵个间啊，有一个外省籍个查甫技师伫个客厅等我，讲要甲我谈一寡佛法啦，交换意见啦。迄位技师啊。先自我介绍伊个名，而且伊讲伊归台北某大法师啊，这个就是要来问咱的啦，捌淡薄啊，就要来专门讲要来问个，问有诶无诶啦，那是真济啊，那是真济。那现在是专门咧研究禅宗啊，禅宗，听伊安尼流水般诶讲了二十分钟啊，就知伊来意，就故意要刁难诶，就对啦。看你捌字较济咧，这无简单对付哦。五十六页啊，当时我的心中啊，点点心肝里头想念观世菩萨的加庇我，开我的智慧，会当我应付自如啊，对答如流啊，也若无今仔日喏，就真衰咯，那个大爹啊，看到我用一个半通半未通的国语啊，有影，若无专读国语的，专读台语的，有影国语是未啥通啊，我这国语就完了未啥通。有问必答啊！伊迄、伊副个迄个面哦，真紧张啊！面啊，伊迄、真紧张个面，佮对待我佮问一句讲：，咱听你讲净土宗死了后，神识往生西方，
心修是啥？啊？你提出来我看麦。迄个时阵，我就甲伊回答讲：你拄则讲的即句话是啥物？你提出来我看麦。你讲我心修是啥？叫我提出来我看麦。你才拄讲的即句话是啥？你提出来我看麦。迄个时阵，窃听大家拢点点啊，四里目睭互动拢互相相对啊，啊，亲像演到遐呢，大家拢无咧讲话安尼啊，啊，搁再答伊一句啊，讲明白一点啊，你暗时啊做梦，迄就是信息啊。伊停了一个停，我头就走啊，哎，我惊讲伊安尼见笑转生气啊，搁咧添麻烦，你就甲主，我就甲主持交代啊，啊。讲迄位大爹啊，到时若搁来要见我，你甲讲讲，我即摆我要准备演讲啊，真实嘞，安尼安就好啊吼，较袂两个搁安尼为着即个理论一个修禅，一个修正道，搁来辩论啊。是主持师就对我讲讲，迄个人真奇怪呢，你一摆呢一款大爹来啊，是技术来讲佛法哦，啊，还是讲一款玄天哦，伊特别来问几句啊，互人下不了台啊呢，哦，互人无法度应付，伊就走安尼，就走啊。但是呢，真正真意外。第二暗，伊已经三十几查甫啊，遐三十几伊啊男性个朋友坐伫头前排，声声意意个听讲。第三天透早过来，讲请技师你加讲几工啊？哎呀，我昨昏啊真佩服你个智慧，所以去宣传啦，放了十几位同事来继续来听。阴暗哦，会增加真济。即马想起来当时啊。情形啊，还佫会惊呢。那男性护菩萨啊，加比啊，护持啊，我一向公公啊，会发愿啊，哪有法度甲这位啊，学禅的人对答呢？啊，这是讲开智慧啦啊。十九，至心念佛啦，至心念佛啦，福灾丰会啊，福灾丰会就对，讲住伫大东镇大东里富松路的这个陈玉芳居士，伊毋捌听过佛法，以前是也未听过佛法，以前伊是一个佛种的专家啦，还做人聪明，要有小可素质，有一点仔智慧啊。伊一听到净土法门了后，伊就马上就觉悟人生无常，万法皆空啊！伊就下去了。佮共做即个网仔衫的工作啊，人若要减哦，拢共做即个网仔衫，也互人寄吼，互人寄安尼啦，拢帮助人完成啊即个好事喜事就对啦吼。到家顶切了两罐珍珠啊，即个破链啊，买倒转来，用即个珍珠破链甲夹断，然后佮卷起来，卷做一条的链珠，用珍珠当做链珠就对啦。早暗就开始刻香咯。天天就不断念佛咯，这就是自利啊！而且发菩提心，想要来利益别人啊。当时大众的信者，拢是初期学佛的人啊，也真少有人念佛。这个玉芳居士为着邮政局汇了新台票500块来台中随行册局啊，今嘛也过来开这老店啊，台中这个瑞成书记这无人捌的啊，我完了不去那间册买，这册局买过册啊。买了50串啊，50条的念珠，以后就每天提着念珠到自己的朋友因家啊，教人念佛。在此注意，咱就要发这款心啊。然后因缘，咱就送人念珠，也是录音带吼，来将这个佛法一直给扩大出去。你看人这个菩萨买50条，遐毋是讲偌济钱啊？你50条，若送伊一条，伊来念两句啊，就超过迄个钱啊。劝人念佛啊，功德无量。伊就将念珠啊送互因啊。有一天，这个玉芳居士手提念珠来到日东导游厂啊，去劝人念佛啦。这厂的主人啊，名叫做何三清啊，因夫人名叫做阿乖啊，可能真乖的款吼。当时因家住伫个仁爱街啊，较早叫做草厝街啊。14年前的台东，毋是亲像即马讲安尼钢铁啦、水泥啦、大楼啦，毋是。伊阵啊，大部分哦拢是木造的啦，所以啊，这个是当导游厂啊，也无例外，嘛是木造的啊，草厝啊，凊彩搭搭一种厝啊。有一天，58啊，这个玉芳啊，技师手着提念珠啊，又过来何家啊，来教这个阿乖啊念阿弥陀佛啦。正讲着这念阿弥陀的好做时阵，突然间
听着马路的人，真济啊！啊，那么这个救护车，几五几万，几五几万，有人咧大声咧话讲，你当导游请死火咯，火烧厝咯！这个玉芳甲阿乖，我头一看，外口警察局的红色的，而且救火车，听着停伫门口，去向后壁一看，哇，隔壁已经发火，已经烧到后壁工厂来，这个时阵规房间内面已经蒙烟散雾啊！啊，迄一天拄啊工厂休困，厝诶人甲工人拢已经去外口佚佗安尼，只有何夫人阿乖一个人留伫厝内。迄个时阵，玉凤技师甲阿乖两个人一个咧讲经互听吼，一看到火安尼，已经冲入。在即个时阵真危险诶时阵就规日涂骹关顶合掌至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咯。念了大概不过五分钟这个普文品里面讲念比观音者灵福灾荒火普明照世间一发的观照观落去行，即时起了一阵的南风，将这个风势吹向后壁边去，后壁边的五栋这个小草屋马上就化作灰烬烧了了就对了。家在，这阿乖一个大诶，一个导游厂工厂甲店面拢安全无恙家在无要紧。只有甲起火隔壁相连诶，即木板顶诶吼，即烧了几十个安尼尔。讲到即个所在，有人有时会讲，观世菩萨哪会敢来救一念念伊信佛啦？你袂那不要念佛，你无念佛的迄五栋，五栋草厝，就烧了了，那也不爱甲救。拢爱知影，当时这个叫做避邻，避邻就是逆烈接近，叫做避，这个念避邻，避邻就是跟我们墙壁跟墙壁接着最接近的邻居叫做避邻。讲避邻，那。人爱街是一条长长的小街，告诉讲阿乖这个房屋发火，火势来向北，伊就烧几条街，一发就不可收拾啊，损失就无法度估计。当时迄五间小草厝也无一定会当躲避这个面这个难不受的灾殃，所以真是佛菩萨的庇佑。遐大事化小事，小事就化无事也是拄啊拄着神秘色，玉皇帝慈悲会保庇呢。二十，临时抱佛卡嘛有效啦。平常时啊无啥咧念，不过毋是有时啊原来有效了对啦。这就是一个太太无信佛啦，因翁神龙反对，到尾去山顶拄着鬼啊，惊一个拼命一直念佛结果嘛感应，临时抱佛脚也有效，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在当厂长的职员就是陈慧琳技师，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因某一开始反对因翁信佛念佛，反对个足厉害。反对个足厉害，但是这个陈技师因翁一点伊就未退倒心啊，同款安尼精进，一再三苦口婆心安尼劝因某讲，咱人若有嘴的人，就应该拢爱念阿弥陀佛那么将来会当来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猪娘但是第一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前那么是会当弘扬化解消灾免难，对家己有真大的利益陈太太经过因先生安尼，逐天感化，甲当作马耳东风。马耳东风就是东风吹马耳，比喻把好话当作耳边风这是李白诗里面所谈的马耳东风风吹来到你马耳腔有听当作无听马耳东风，一概就不听就对了。但是这位陈太太
当然是一个真骨力啦，真受欠，会当料理家庭的好主妇啦。无幸福无代表伊是歹啦，吼、哦，真骨力，真受欠，啊，这固执嘛，毋是啊，毋是就无法度。有时啊，去山顶啊，吼、哦，拿一寡起火柴转来啊，拿一寡柴下山啊，伊拢在坐最后一班的小火车转来啊，啊，较早拢个小火车，吼、哦，较细只的吼。但是有一摆啊，这个陈太太啊，搭这个茶下山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日落西山啊。啊，最后那班的火车煞叫开开，一山顶的小火车是咧拖甘蔗呢，唔是专门咧载人诶。啊，所以最后一班车来去要开出去后，大家都爱各自回家，无人通载咯，啊，懵懵啊，无路灯，啊，就无人留伫个车站啊。从迄个时阵啊，黄昏啊。啊，迄、那个时雨黄昏啊，这陈太太啊，这光架头担了一担大担的茶，伊就提出勇气啊，决定用行路行转来到厝就对，但是一个人就顺这个铁轨路，行一铁轨路中心啊，就无车咯，啊就暗蒙蒙，啊就加在有一铁轨路，我咧行，伊行到半路中，当中啊，突然间啊，看到头前铁轨路中心，徛一个真大汉的乌影。啊，迄个时阵啊，这陈太太愈行愈近啊，看甲真清楚，哇，这规身躯啊毛骨悚然啊，行到从迄搭光大头搭迄个茶片里头走安尼，啊，但是呢，你走袂去啊，因为已经无那个在搭啊，陈太太伫这个乌暗啊，家己看到迄个乌影的时阵，伫刹那间突然间想起阴暗，嘿，即卖就会想到阴暗啊，所以这个时阵讲无相信，无要紧啊，后摆伊拄到伊就爱念啊。突然间听到阴暗啊，讲过年就会讲啊，都爱念佛啦，啊，迄是伊不受欢迎，无愿意念的一句咒中之王，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啦。啊，毋过在这个生死关头啊，规山无电火，无路看无，佫拄着鬼，伊就是那破卡，就徛伫迄个所在啊，啊，情不自禁就控制袂掂，过去就听伊人咧讲，啊，伊佫上讨厌呀。我都拄着，要甲试看卖啊！哦，好起来，好起奖来，大声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哦，迄阵可能拼命咯啦，正经人无拄着便罢，我毋知甲讲啊，毋通讲大声话啊，毋通讲大声话啊！我家己去，我力量家己要了生死，安尼，我讲毋通讲话讲伤大声。有时啊，你若无靠这佛号啊，真正无法度。念了差不多几分钟啊，迄、那个大汉的乌影。已经向边啊，行去真行去的啊，都无渐渐就消灭啦。陈太太看得明明白白啊，就赶紧来，佮加上这个脚步，连茶嘛都爱。天啥茶要动啥？诶，啥物惊死哦？三只呆那茶要动啥？诶，陈太太哦，就大步走走转来佮厝的啊，啊，走转来厝的，走到一半半钟多，嘴一直分。一直念不断，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惊了太忝了，就等于保证脑塞。惊了太忝了，正经的。但惊了一困啊，突然间双脚煞袂振动。这个时阵，陈太太心肝感觉真奇怪，为啥我这两只脚拢袂振袂动呢？伊就提起精神来咧，弯了一个，弯这个腰啊，这个按落去，双手啊向户口望看卖，看是到底啥，奈袂振动。这陈太太用手一个摸去。哎呦，安尼啊，为这个加载啊！这怎讲？又搁过了一层的大灾难。原来那个向前一步，就是一条大溪水啊，大溪坎啊！啊，你若落一次就袂活。啊，所以上次甲听讲，哦，这溪啊水的声，搁喘流四溪叫安尼啊，伊一紧张啊，说拢一直弄，一直弄，安尼拢无咧管迄条路安怎啊？啊，到迄个所在，伊若搁行咧，就跌落去啊！富婆仔去卡中甲提掉，吼吼！这陈太太这个时，佫感谢阿弥陀佛慈悲保庇。假使讲若毋是双脚无振动，佫再一步，伊就落去溪仔顶，啊，溪仔中啊，叫水流去啊，连厝的人嘛毋知，啊，就永远啊含混九转地下，九转就是黄泉啊，表示啊啊阴间啊。同时，迄条溪啊是以小木板做桥啊，哦，板啊凊彩顶顶的，台湾迄阵啊一定无发展啊。我们是像这么大条桥、小条桥安尼吼，陈太太就用两手啊、两脚啊，像狗啊安尼爬、安尼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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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过啊，爬过迄个小桥啊，啊，才松了一口气，直接啊直起腰来，佫向前走。
一拜啊，一年三拜，凡是若要到溪仔边，脚自动就停；，若要到溪仔边，脚自动就停，真是不可思议啊！啊，迄两支脚敢若佛祖安排的，哎、欸，差一步，毋是吉事，也无得事啊！因为乌暗啊，看袂到的关系啊，所以这陈太太到家到厝的已经到厝的已经到十二点啊！啊，因为骨力嘛，啊，求欠嘛，为着打一打茶安尼。哦，啊，迄只煞叫走去安尼，啊，佫惊着险惊死啊！哎，啊，今仔惊才走遮紧呢，惊才走正紧，十二点以前才走会到呢。伊若无惊着吼，可能爱到两三点、三点也袂到厝。伊惊着会愈走愈紧啊，紧张啊！哎，隔两工，陈太太佫去搭回啊，昨落去迄搭查，伊就问车头的人安尼讲讲，哎，站我看到一个，呼，迄乌影咧真悬啊！到底是什么人？人就对伊讲啊，我较早有一个人伫迄个所在啊，患血、患癌啊，死亡啊，相信啊，量比就相信，相信你是阴魂不散啊，常常迄个所在现身啊。伊像是民国四十八年正月一日啊，大当连线落成的时阵啊，法院甲黄兆英小姐去参加，并且讲应五讲，听着陈太太亲嘴安尼讲的，是恁人吼。在凡夫俗子的身，还是要靠佛力啊！我一直这么认为，有因缘碰到自己的觉性，那么靠自己。当然，这是禅宗啊，比如说看禅宗自觉自悟嘛，这就是了不起的啦。但是要凡夫俗子啊，还是要以佛念佛来解决这个生死，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好了，我们高点半哈，那故事啊，甲注意哈。希望大家认真用功念佛自先啊，弃恶从善啊。我们现在是请法官来领导哈、啊，领众念佛。那么法会期间呢、啊，希望大家哈、啊、来认真呢、啊、来参加良法，注意车轨啊啊。大家较委屈的啊，61页、61页啊。算到回来第二行啊，讲落去坑沟啊，念佛得救啊，啊，凤冠顶这是陈慧琳居士的太太啊，啊念佛啊，念到感应的事实。那么今啊，搁再来讲啊。讲另外一节的感应，陈慧琳这个侄女啊的感应，这个陈慧琳其实这个侄女啊，起初嘛是唔信佛的，啊唔信佛，而且极力反对因阿叔。信佛拜佛，但是这个陈居士啊，该自卑啊，居民就劝伊念佛，讲出人生在世啊，讲咱这个世间苦较济，乐较少，灾难真多。咱这个世间啊，逆境啊，真多烦恼嘛，嘛当得着。想你若想要离苦得乐啊，需要念阿弥陀佛。在紧急求经的时阵啊，爱拼命念阿弥陀佛。但是伊这个第二啊。把它当作这个耳空风安尼尔，哎，插都不爱插这套啊，甚至讲这是迷信安尼。十几年前，陈慧琳居士这个侄女啊，在下面啊，简单就称作陈侄啊，因为当时也无问伊个名啊，哦，特别迁移到花莲啊做生意啊，这个陈居士啊，慧琳伊就。这个请这个西方三圣啊，该请好好些，
亲自再来到啊，来当请头去个送伊。要临别的时阵，伊就再三个交代因这个弟弟讲，你都爱用心念阿弥陀佛咯。哎，这个丹弟啊，就搬来花莲了后啊，生意做了袂歹。啊，花莲是一个无污染的所在，干啦风台较济安尼尔，哎，东部地东啦风台较济，哦，花莲。有一天来到庄卡去做生意啊，到半暝啊，骑脚踏车转来时，经过一条马路啊，经过马路一条的溪沟啊，在不知不觉的时阵啊，连车带人啊，全摔落去这个溪沟内面。这条溪沟比咱人比较高啊，摔落去，家己要爬起来是真无简单啊。这个时阵啊，这个站地啊，哦，规身躯的这个垃圾土啊，啊，啪啪啪啪的。我看，哎，身躯，哎，这个脚手啊，无一点仔着伤啊。迄个时阵，伊就要将这个脚踏车救起来啊，要甲拖起来。啊，拄则要甲拖起来的时阵，真奇怪，啊，后壁甚至有人啊，要将伊拖落去安尼。啊，因为这可能歹空的所在啊，哎，那气氛真济所在拢是安尼，你要拖起来，伊要甲你拖落。我呢，又起来，又叫拖落去，又起来，又叫拖落去啊！安尼做三遍。在这个时阵啊，但得啊，惊哦，惊到呢，规身躯啊，颤毛梗，惊到魂不附体。在此进退不得无注意的时阵啊，伊就想讲，台东的阿姐个定来盖念阿弥陀佛。今麦拄着灾难危险的时阵啊，我大声念佛，甲试看卖。因这个孙啊，但弟啊，哈弟弟啊，迄个时阵双手合掌，拼命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诶，安尼嘛有效啊，嘛有效。安尼啊，诚心诚意念了大概半点钟啊，哦，半点钟真久啊呢，三十分钟呢，平常时啊唔捌遮精进呢，做暗课有时啊嘛无遮精进，做到半点钟，有诶做暗课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哈，睡觉了。嗯，我见呢。哎，啊，为做暗课用倒个，用倒个，哦，啊，你用倒安怎做？啊，观想我规日佛祖头前啊，哎，用倒个啊，观想做暗课，这款功夫是何等的功夫？半点钟安就袂歹啊，唔在家人要做到半点钟，一开始拢嘛做两三点钟，啊，咱来初修行拢是安尼啦，听着佛法拢超两三点钟啦，唔相信你要拜三年看卖，做两三分钟。过拜三年就剩两三秒钟，拢是安尼啦。我这连半点钟就算真长了，心心顿觉安然啊。哦，这个恐怖惊的心情啊，就已经无。突然之间，这个马路来了一只三轮车，哎，三轮车。哦，这个车夫啊，打着脚踏车，打来到这个站地的头前啊，动起来，无讲安怎，就将这只脚踏车给拖起来，搁再请这个单弟啦，坐伫三轮车顶，将这个三轮车，将这个脚踏车给放伫三轮车顶，这车夫啊，就将这个单弟啦，连人啊，带车啊，载到因家门口。啊，这个单弟的心中啊，感谢这位少年人，力量大的三轮车夫啊。落车了，要摕淡薄仔钱回去，回头一个看，已经唔知去倒一个。这个时阵已经三更暝半，也无当去找人啊。到到隔天工透早，因这个淡定的照常啊，念念不忘啊，人对咱有恩嘛吼。这三轮车夫怎安尼？哦，安尼车甲咱拖起来，佮甲咱载转来，这欠人的恩情啊，念念不忘这个三轮车夫的恩情。哦，特别摕淡薄仔钱给伊啊呢，伊就向华人一带这个三轮车夫啊去探听问来问去，问一讲，大家拢讲，昨昏也无伫迄个所在载一个人甲车，也无啊。了后，这个淡定啊，就时去想想，正伫咧危险的时阵啊，拼命念阿弥陀佛，原来会感应啊，显化三轮车夫啊来甲我救啊呢。如果安尼想起，因阿姐伫台东车头上去佛像，
迄个时阵啊，将和尚提请出来看卖，哇！一看到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啊，穿这个三年青裤，同款安尼，遐尼福相，下马上就挂起来，真恭敬就买了香花水果顶席来供养礼拜，人来去拄着就一拜啦，无影你挂地气啦。啊，咱人啊好业会使讲大声，身体用会使讲大声，少年会使讲大声话。啊、地位官会使讲大声话，也毋过咱人无可能一世人拢无代志啊，无可能啊！啊，所以即、這个一开始啦，大众生拢是爱静，什么静止啦，啊，先甲苦劝一下啦，慢慢啊甲了解一下啦，安尼，吼、哦，安尼慢慢甲度，即一手你要甲叫伊拜佛无法度，哦，你像即摆拄着啊，当比啥物人较虔诚啊？如果想起讲，因阿积慈悲的精神，确实啊，殷勤受害啊，伊就专程为华莲来到台东啊，向因阿积个陈慧莲啊，技师啊，讲出这番的感应。以上是陈技师亲自对我讲的啊。二十二啊，腹肚疼啊，疼到站袂了。那么姥姥附身啊，这个姥姥啊是大陆语啊，姥姥就是咱咧讲外祖母。妈妈因妈妈叫做外妈的意思啊，姥姥就是外妈啦，啊，那么姥姥附身就是，简单讲就是腹肚疼疼甲站袂了，就是因为因外妈来附身啦，啊，这个阿妈来附身就对啦，啊，咱甲看落去啊，讲有病自远方来，不亚落雨。这就是咱四书里面论语啊，大家拢知影讲啊，有朋友啊，为真远真远来，哦，这是一个真快乐、真亲切的物件啊。伊就讲啊，哦，咱来美国啊，转来，哦，来广东行行，安尼感动啊，流目屎啊，伊也真欢喜，啊，咱也真欢喜，哎，那么这两句话确实是袂歹。阮高级七五台东啊，这个陈慧玲技师突然间啊，来到台中联社，哦，看起来比较早较福相较庄严哦，互我一直看着，哎，煞袂认得啦，啊，可能有较肥啊呢，啊，我阁请教伊贵姓大名，伊讲陈慧玲，哇，我真欢喜欢喜甲，就对伊安尼讲啊，讲，哎，我顶个月伫个菩提树龛内面啊，写出这个恁的侄女啊，甲这尊夫人。啊，记忆的感应啊，但是未煞未记恁两个人的名，啊，讲起来真歹势安尼。这陈慧玲其实在讲啊，讲我弟弟的名叫做陈庆辉啦，啊，这可能是庆祝十个光辉啦，哎，庆祝十个光辉啦，啊，我的瑞林呐、啊，我内面的人就是太太啦，啊，讲太太叫做瑞林呐、啊，哦，啊，因太太称因人叫做外林呐、啊。这中国话就真侪名词，内人啊，内面的人啊，住伫房间内面的人啊，翁婿拢伫外口嘛，拍喷嘛，啊，内人。啊，阮太太的名叫做董啦，姓董啦，啊，名叫做金河啦。我这一摆啊，是为糖厂退休啊。哦，阮这个为了阮啊，糖厂为了阮啊，哦，来这个西部安尼佚佗啊，啊，所以今仔日顺耍。啊，来到台中啊，联系啊，安尼拜访一下呢。哦，这伊啊手机屈指一算，算算，哎，咱离开有八年啊，哦，讲起来也是志同道合啊，无非是论道谈心啊。哦，伊家己啊，真感觉真幸运，拄着不可思议的佛法，不可思议的感应，又搁讲了几件感应的代志，而且啊，记了其中一条。啊，以掏读者，这个掏就是享受啊，来享受读者一下法喜啊，这个念掏 ，t ao 掏啊 ，t ao 掏，掏就是享受啊，来让大家享受一番这个法的喜悦，发的喜悦。六十五页啊，这陈慧玲技师啊，伊本质是中华客家人。啊 ，K.O. 啊，听讲这个 K.O. 啊，
最近完了有咧第四台，完了有咧放我的录影带，啊，听讲安尼啦哈，今麦就安尼啦，规台湾省第四台拢有咧放录影带，哎，所以我电话讲甲因开玩笑讲啊，规台湾省啊，拢看我放啦，嗯，拢咧看我放录音带啦，录影带安尼。早伫日据时代啊，伫弯道中营啊，来到东北哈尔滨啊，啊，上松花岗的所在。啊，伊伫邮局上班，伫二十八岁迄年啊，伫个当地女子董金和结婚啊。经过一年哦，生一个啊，查某囝，现今就是查某囝，叫做月香啊，哦，就讲较好嘛，这个名。无要哪来号啥名啊？那么因这个外妈哦，大家拢真欢喜。这个外乡啊，会使讲是一个真幸运的人，拄则出世啊，碰见着胜利台湾的光复啊，啊，得归还祖国的版图啊，啊，版图就是国土了哈。那么飞林技术啊，哎。哦，就带因太太啦、查某囝啦，等下故乡，啊，就踮咧糖厂上班啊呢。啊，到甲五年前有一天啊，这陈太太啊，哦，突然间腹肚真痛，痛到站袂了。这陈技师就安尼讲啊，讲自结婚以来啊，毋捌看见遐尼啊痛苦，哎，所以就请了几位中医甲西医啊，甲伊注射。吃药啊，用种种的治疗拢无效。这一家伙人伫咧熟悉无这个时阵啊，哎，这陈太太啊，伫咧胃的病床爬起来，亲像啊无破病安尼坐伫椅仔顶安尼讲话，伊就用东北啊口音啊过去安尼讲，哎，过去安尼讲，哎，赶快去叫叶湘孙女来，我要看看她，因为离开了十八年，我很想念她，赶快去叫。哎，过去就讲啊，就是外省的嘛哈。东北的腔啊，较正啊。讲这个时阵，外省啊已经出嫁了，出嫁了。哎，拄啊嫁伫个附近尔。啊，找翁哦，上好就是找较近的较好，较近的。啊，老爸老母那咧艰苦，拄伫隔壁尔，啊是隔对面门当户对。嗯，呵呵就隔对面拄啊修理车厂的。有啥子啊？遐规工乌糟糟安尼哈，那凊彩摕一个都较假安尼，对面附近安尼哈。哎，急救就来，就附近念，行来到妈妈面头前，就结果妈妈，你要叫我从啥？哎，伊妈妈开嘴就讲讲，我唔是恁妈妈，我是恁阿妈，读个音爱较重嘞。哎，恁妈妈读个音较轻，我是恁阿妈，十八年无看到你咯，真思念你啊！哎，这个话听我就问讲阿妈，阿妈，啊你敢有食过饭？我问鬼啊，问这个鬼魂，我讲你有食过饭无？哎，鬼就讲我食饱了，安尼可见这个鬼都冇咧食饭，算是无闲来讲，或者食饱。哎，这个外乡啊，就讲问啊，讲阿妈，我甲你供一座牌位好无？哎，陈太太，你个回答讲，卖卖，唔通唔通。这陈飞林技师知影讲这个，因丈母嘛。啊，丈母父亲啊，伊就向伊开始回来啊，讲阿嬷阿嬷，你既然啊已经是对着鬼道，一定是真艰苦无比哦，你赶紧爱念阿弥陀来往生极乐世界，才会当离苦得乐。我教你念，你也跟我念，相继合掌，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哦，一直念一直念。陈居士就讲啊，啊，伊讲伊当时啊合掌用至诚心念，念无到二十五万劫的光明。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弥陀的圣号，陈太太气起来，身体安然无恙，啊，无发病，赶快用台语讲话问大家讲，啊，恁这个人为着我的身躯在从啥？因为伊叫因老母父亲，伊唔知影。陈技师就问啊，他说恁妈妈来，啊，甲你讲啥？你敢知？陈太太讲我一点也蛮知，哎，叫贵父亲起当的人伊不该知。陈技师就问伊啊。陈技师啊，就是因翁啊，讲你拄只头拄啊腹肚痛，痛个遐尼厉害，你即马安怎？陈太太讲，我无腹肚痛，我无啊。
哎，所以听讲，从迄天起到现在，陈太太一家拢平安无事啊，享尽啊佛法家庭的天伦之乐啊。啊，副主陈慧林技师安尼讲，啊，这姥姥啊，两字是东北祖姓的话，就是台语即卖咧讲讲阿嬷呢。其他国家所叫的这阿嬷，乃是外婆，外婆哦，拢叫外婆。哎，二十三，念佛对在体，啊，这个人啊，作为平安，这是无简单。后壁你着看这段低过八楼梯，这是个。嗯，这段吼，你会感觉真不可思议，也一个楼梯低过八的观点，那是在作搞。啊，伊个厝顶栋十八只梯。安尼挡会掉，迄几啊百间厝拢倒，干那因迄间袂倒，伊若无佛祖的观世菩萨的一感应的了，即款力量无可能。咱即段甲看了，你就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是讲听了你无管饲几只猪来试看，是毋免安尼啊？无方报告说，一位信徒名叫做阿团仔啊，阿团啊啦，阿丢啊啦，你拢有啦，啊，名叫做阿团仔啊。伊住伫个万刀楼啊，一尊卡，万刀楼啊，尊卡。有一天去报告，报告所听经对我讲，哦，你实在功德真大啊！讲我有一位亲戚因新妇啊，因为因翁啊，那么去驻兵啊，在家啊，比较。他无用啊，不修啊，即个我规矩哈。后来入阁关了六个月啊，关出来出阁了，带了西方三圣去上安尼，正讲即个无规矩啊，像那些关安尼啦。那么伫个感觉内面啊，可能有人去说话，那么伫个感觉啊，炸即个西方三圣啊，等下厝诶。啊，透早去上，暗时也去上，变做是佛教徒咯。无掠去关，毋是佛教徒，掠去关煞变做佛教徒。像咱即卖真侪法师拢去感觉方法啦，去感觉方法啦。哎，像我顶摆也去即个桃园啊，哎，女主感觉，遐拢关查某诶，讲诶，反正真侪人安尼真感动，雄雄安尼，有一个女将安尼摕一包物件撞我来，要强用我。啊，我安尼是讲感觉哪有物件通强用我安尼，啊感觉这关诶，拄我来，我安尼惊一个，想讲毋知摕一包迄个是炸弹未？啊，怎啊死伫感觉内面？结果我摕出来甲拍开看卖，面筋啊、湿文啊、啊银本诶糖啊，伊足恭敬诶。啊，师傅，这是我的唯一，无半项啊。啊，强摕些手巾啊，来香皂啦，因本的糖啊，拢包包做伙。哦，输去演讲，有心宣布嘛，我怎啊供养啊？啊，无钱啊，无法度。安尼就算真虔诚啊，伊身躯都遮物件尔。所以即摆感觉啊，真侪法师拢有去防范。听讲啊，师傅的册啊，甲录音带，伫感觉内面啊，原来有放啊。连只感觉内面呐，拢完了有放师傅的，所以我有甲你讲，规段先拢看我咧放，就是安尼，看我放的。对待翁姑啊，就是大家大官，真好。翁婿啊，子女啊，比起较早，归转来了，完全无共，变作较早无规矩，即马煞变作是一个真孝顺。这个公公婆婆的一个贤妻良母啊呢，而且伊个苦劝啊，家长的人爱念佛，三不五时啊，讲一个小故事互人听，讲这故事吼，这足有力量的啦。自印这本就是安尼，故事是直接嘛，你咧净土法门，你茫甲讲道理，讲真济啦，讲这道理讲真济，我听无啦，讲啥？讲故事。念佛直接感应的，确确实实到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到阿弥陀有观世音菩萨，吼、哦，你安尼坚定信心，你所谓经典嘛要叫你起信心尔，啊，但是念佛感应到这个人名嘛，煞甲你写个主旨嘛，煞甲你写出来，这敢会过节？所以这款力量真大，
啊，家己看较无味啦，来听师傅讲过，比手画都比较较生动。下面啊，啊，人来问伊讲，啊，你较早无信佛，你为啥才会信佛？而且遐尼深信，遐尼虔诚呢？伊讲啊，阮伫个监工内面啊，有一位莲生的师姐啊，每礼拜拢去讲佛法啦，甲人念阿弥陀佛啦，爱改恶向善啦，听阮听了真有道理啊，而且有经上佛经啊、佛像啊、念珠等等。好人啊，等下做了安分守己，幸福过日啦。是阿端姐个讲啊，我想连线的师姐啊，来到女感觉讲法一定是你哦。啊，我迄个亲情一家的人拢真感谢你啊，叫我代替来向你师姐安尼感谢。我讲啊，这是伊的善根啊，佛缘教啊，与我有啥物相干呢？啊，边边咧讲啊，你都要听呢，别人越唔听呢，有的人写批。还是讲来讲，供修哦，拢会真感谢师父。我们是安尼个讲，那么是你的善根慧眼教啊。啊，你若唔来，我老讲啊，无效啊，对唔算啥呢？从以上遐话是民国48年啊，那么热天时的6月对我讲的。